2006年嫁给韩国老公金英敏，两人结婚有7年的时间，但感情仍十分甜蜜。近期夫妻俩出国度假，天心也po出一段影片，只见她靠在老公肩上，看起来十分幸福。有趣的是，老公不久前才因为在行李箱内塞了30个泡菜罐头而被海关没收，没想到日前天心又发现老公竟然戴了莲蓬头，她认为法国水质很好，因此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老公要这么做。然而两人抵达法国后，天心正要洗澡时，对方赶紧更换了住宿浴室内的莲蓬头，天心才惊觉住宿的莲蓬头滤芯竟然是黑的。这时老公才透露，虽然法国水质好，但是老房子的水管不好，因此最好携带莲蓬头到法国啊。Bye.